我们公司的话，全名是江山欧派门业股份有限公司，是2004年成立的。这次通过iInvite邀请的客商，总数我们是邀请过来进到展会这边有10多个，总体效果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iInvite 的话，站在这个平台上面，就是说能让客商能够更清楚地了解我们公司，了解我们公司的一个规模，然后在世界范围上的一个业务范围这样。其他的一些好处就是能够帮助我们欧派在国际市场上提高一个知名度吧。 iInvite 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让客户更加的熟知我们工厂，然后说我可以也是欢迎支持更多的企业来参加到 iInvite 这个平台上来。